本视频由自然堂水光面膜独家冠名播出。本集由敷了就如同王俊凯、王源、易烊千玺变成一束光的自然堂水光面膜赞助播出。面膜贴贴贴，水光光光光。好，哎，你的脸怎么了？用这个吧，它会让你容光焕发，水光咚咚咚。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是我们社区的主题是医生，你的角色是医生，然后我医生唱歌。十年之前，不要笑话南方人的。然后你的角色是一个医生，好好好。然后我是来扮演这个病人。嗯，好，开始喽。嗯，然后我就进来。大夫，我最近总是睡不着，啊，气色很差。先挂号去。没有没有，好好好，好，挂完了。那你可以试试这个。你最近是不是经常熬夜啊？用它吧，会让你容光焕发，水光咚咚咚。好，缴费吧。你的脸怎么了？你可以试试这个，会让你容光焕发，水光咚咚咚。这个先保密一下。嘉宾的话是会有，而且有一群非常是一群人了哈，透露到这里就可以了。对，保密工作这么严，那好吧，我听说在8月13日自然堂水光面膜独家冠名的4周年演唱会上，自然堂会联合 TFBOYS 的粉丝们送上一个大惊喜。这个惊喜是什么？可以透露一下吗？有音乐，有魔法，还有光。哎，对，想要跟粉丝说的呢？希望粉丝们就是能够开开心心来我们演唱会，然后看我们的演出，也能够享受这个2个小时的演唱会。希望粉丝多敷面膜，变成漂亮的小姐姐小哥哥。希望粉丝来中演唱会开心心的，然后跟我们玩的也开心心的。聚水之能向光而生，8月13日我们在南京等你，不见不散。